来期待永春，花再开。哎，今麦要隆重介绍一位啊，恁那台台语金曲之王，不得了！这位1950年代啊，台湾出的就一个歌手。有唱红的歌，演讲是无数。哎呦，伊一生中哦，哦，录过的歌曲哦，超过2000几首。两千几首。哦，还红过不计其数。哇，你像伊看他哦，有获得我们台湾电影史上第一座的歌唱奖。唯一一座。唯一一座。电影唱电影的歌曲。独一无二。第二届咱台语哦，这个影片的这个影展，是哦，一个最佳歌唱奖，不得了。咱即马我们上一个破产来欢迎的国宝歌手纪乐涵，来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来掌声欢迎，这恰恰咱台湾的国宝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红咪咪，孤单闷闷在池边，水莲花满半身，静静等待露水滴。啊，阮是思念浓滚烟。那个感情煞来暗暝，听到呢，咱纪乐涵阿姨的歌曲，哇，真正非常有这个感触。列车驶，列车驶，静静思故。想实在，啊，对想拢阮的真爱，现笑容暗悲哀，期待永春。纪老师好，纪老师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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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真水，我今天真水，你要穿裙呐，哎，好。